那这个服务的代码写完之后呢，我今天就把这个 MVP 里面的代码写了一写了。这个 MVP 的代码呢，我在这里要做出来有三加九，分别是启动服务，然后呢，交流服务中的方法。我直接写吧，好，为这个影响一下。两个窝挺好的，写的代码挺快的呢，我再写一下。啊，这是一个 MySQL 里面显示的后面叫做启动服务，啊，来一个 onclick， 这个呢叫 start， 啊，这时候正好魏老师就写了，啊，接下来呢叫停止服务，这个呢叫调用服务中的方案，啊，这个呢是一个 SDO， 这个呢是 start， 这个是呢 hold， 啊，写完之后呢你可以预览一下，这个有三加九，啊，今天呢我在这呢就是写出来这三个方法了。public 和 void 叫做 server 加一个拷贝啊，一个呢是 SDOP， 一个呢是 code， 也然后肯定最不了我懂，然后呢肯定最给大家补充话的。啊，写完之后这个三个方法就出来了，那跟我好像一样。不过呢我们这个方法呢我们不应该叫 server， 因为现在我们叫启动服务，给它换成旁边写了代码，应该叫什么呀？叫放进图，这个应该叫解除旁边啊。那这个地方也有个单词叫 unfunder， 这个地方也有个叫做 funder 啊。那写完之后呢，我把这个地方也给它换一下，叫 funder， 这个叫 unfunder 啊。那注释呢也打一下，这个呢叫做放进图。这个呢叫解除绑定，解除绑定服务啊，这个呢叫做调用服务中的方法啊。那写完之后呢，我这个绑定服务要先把服务给绑定上了。首先呢我们启动服务是有个方法叫 start service， 现在呢我们绑定服务也有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叫Fun Service 啊。不过这个 Fun Service 呢它里面有三个参数，我们分考前两三个不太像了啊。第一个呢依然是我们的 Intern 的对象，这个 Intern 对象呢也是简单的啊，叫 Service 啊，另外一个 Intern 的指定一个 List， 然后呢是我们的 Service Demo 点上啊，已经指定好了 Intern 了，有三个参数，我要先解释第三个参数了，因为第二个参数呢稍稍复杂一点。第三个参数呢是一个精彩类型的一个 flag 标签，这个 flag 标签呢有哪些呢？它说这个呢是一个 operation option 和 funding 的，比如说绑定服务上面你可以设置一些标签啊，那些标签呢说未必比我们可以去留啊，这边呢一般呢有很多的参数，有什么 autocreate deposit onion啊，一般我们都用 find order create。 find order create 代表的意思是如果这个服务呢还不存在，我就直接把它创建出来，然后呢再绑定，这个叫做绑定或者叫自动创建嘛，自动创建出来然后再绑定啊。那紧接着我们看第二个参数了，第二个参数呢是一个叫 service connection， service connection 这个单词呢我们可以问问什么，它叫做服务连接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service connection 它说什么呀，它说有个叫做 receiver information as the service is started as the socket， 代表的意思是服务如果是之后或者是停止啊，我都能收到一些信息啊。他说这个一定得是一个对象，它绝对不能是空，所以你写个空还不行吗？你必须得写这个 service connection。那这个 service connection 呢我把它点一下，它是一个接口，那这个接口呢我们就可以创建出来一个我们自己的 public 啊，叫做 MySQL 等于或者叫实现一个叫做 service VSU。 好，那在这呢把里面的方法给实现一下，一个叫 on service connect， 一个叫 on service那这个叫做服务先修服务的状态啊，服务是启动还是停止都会收到信息啊。那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两句话，那这个说 a service connect， 这个是 call when a connection to the service has been 这个单词引申物。好，那他说是什么呢？他说 be the pipeline of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 to the service，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的呼叫是什么？当你的服务成功连接上所有的火箭交接方法，并且里面会返回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我已经说过了，叫 confirmation， 它是一个组件的名字。第二个呢是一个 I factor of a service communication channel。哎，那个 service communication channel 我们是不是早就见过？在哪见过？在那个 I factor 这个是不是也有返回的？好，我就被我现在已经写了记忆出顺遂了吗？哎，好，第二个，他说 return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 to the service，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服务能成功连接上，我这个地方又给你返回内部代理对象，大家注意。如果服务能够成功绑定上，那么这个方法将会调用其中的参数 service。就是服务返回到内部对象，也就是我们内部写的叫做 I。 好，那这个 task 已经写完了，写完之后呢，我们在这边把它写进来，叫 I 这个。好，那这个呢，写在第一个参数是 instance 的对象，第二个参数是一个 service connection。 好，那第二个是用于监听服务当前的状态。好，第三个参数呢，一般写这个。第三个参数一般写这个 back of the service。好，代表的意思是服务自动创建，然后绑定。好，那我这边呢已经写完了，今天呢我们要去看这里边有个方法的叫 on service connect。一旦你能成功绑定，它就给我绑了一个 I back 的对象。但是我们知道服务内部给我返回的不是 iPad 的对象，返回是什么呀？ iPad 的对象。啊，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做出来一个叫做 iPad， 然后定义一个 iPad。 啊，把这个呢打一下哦。紧接着呢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强制的一个换一下啊，这个 service 给它强制一下。啊，那大家呢打一个话就是这个叫做获取到服务内部返回的内部代理对象。好，用这个班的承接起来。好，那我呢在这儿呢已经得到我的内部代理对象了，那在这儿呢我就可以调服务中的方法了，就来一个班的点上 call master 以后就是我要把这个名字改的就是呢叫张三丰。好，张三丰同学有1000块钱。好，那这个呢给打开就是叫做通过内部代理对象调用内部内容的方法，实际上是调用了服务中的方法。所有代码已经写完了，写完之后呢把这个东西移民了，这个时候呢还得去解释一遍服务这边呢没有好解释的，就是如果服务能成功绑定上，我就给你返回一个内部代理对象，其实是一个内部类的对象嘛。啊，这个内部类呢是我们在这写的一个 my master。 啊，内部类里面有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它做的工作是直接调用服务中的这方法，这能看懂吗？这个如果这能看懂，今天看我们这个方法没感兴趣的，它原来地理这边呢有一个翻的特别值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一旦你绑定上服务，你中间的这个 service connection 里面的一个叫 on service connect 一定会被调用，并且呢这个方法有一个参数叫做 i band， 这个 i band 就是服务内部返回的这个 i band 对象，也就是这个 i band 对象嘛。我现在在我的未来地理有了这个 i band 对象，既然是有对象，请问我能将这方法吗？但是我这个方法里面查事也不干，它就做一件事，就是调用 map 的这个特别词，也就是调用号。那现在呢，实际上呢是我通过我自己的球调用了内部的一个方法，内部的方法呢再调这个公式数，
那实际上呢，就相当于是我呢直接到那个访问是不 OK 的，我调他带领他调他，那他怎么的呀？啊，如果再不看懂，我就把这个又给他复述起来了。啊，又见金融啊，不过呢，刚才有的同学肯定怀疑了，老师你是用反应的，反应一个 log， 这怎么我就不用了，麻烦呢？我用这个 Java 手段我也可以这么干。啊，那我直接写一个，我说。啊，下个地方再给它释放一下。啊，现在呢，我两个地方我都能读了，看起来就是普通的，不能看。啊，右键运行我们的应用。啊，我们先看这个 local 这个显示啊，就是观察，我一点，那有的方是可以的，是不是打印那个方的方块的？就服务先创建出来，然后呢，放地上。啊，关于上之后呢，我再点击要用服务中的方法，我一点，这就打印出来，刚才这个怎么弄啊？现在，能打印吗？能打印。啊，今天呢，我现在就把这个点开，我一点，它就里面呢把这个点开了。这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想不到它一定都不行。绑定服务，直接调用服务中的方法，在这个时候呢是没问题了。我们呢是通过内部人员的手去调用外部内容的方法，请注意啊，这个绑定服务它就是通过内部人员的手去调用外部内容的方法。啊，那绑定服务呢，我就已经